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第一届非常歌手毕业的王富颖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非常歌手第二届训练班的学员沈展明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韩国的第二届非常歌手李建雄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很感谢小宝和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来到云顶云新剧场这么大的舞台表演。 然后今天呢也是父亲节，首先要祝福台下各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，Happy Father's Day。 其实呢，今天我们四个的爸爸都在现场，那就要代表我的朋友们，还有我自己，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，我们爱你们。好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了有一首关于双亲节的福建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就。谢谢